我刚刚关机了，然后我刚刚把在关机充电的时候，我把头发给拆了。我刚刚我都忘了充电了，我觉得我的手机一直都是处于没电的状态。刚刚去把头发给拆掉了。欢乐斗地主。我都忘了。我刚过去找了一个绿色的耳钉，为了配我这件衣服。咚咚。啊，不直播卸妆，直播卸妆你们人都没了，卸完你们人都没了。卸完之后，然后就对小爱进去微博里面看，点进小爱的微博取消关注。不会，不玩微博，哎呦。哎呦，开玩笑的，我不是那么没有自信的人，我这么可爱，对不对？这么可爱。我得把这个东西挂起来。为什么说星梦学院里面我最强？是因为我的属性是最强的属性吗？是这样说吗？看来我得去看一下属性最强的自己。真的？哇，那属性强有什么用呢？体力好，那就蹦蹦跳跳。喜欢蹦蹦跳跳，太多了。哇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们是不是得派我去干活儿？派我去打工赚钱，什么之类的。其实我都没有玩过那个游戏。我就看我们的助理姐姐玩了一下。嗯。哎，我难买吗？我是要买的还是抽的呀？要抽的呀。可是那么多人，怎么能抽到呢？我老是炸厨房，不可能，我那么喜欢厨房的一个人。
那么多人抽啊！哇，那能抽到我，那运气爆棚啊！必须得去买彩票，必须得去买彩票。回答个问题就有我了，你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把我送给你了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？一开始就是，这个太容易抽了。舞台剧应该是，我其实是本来那个姐姐也让我去演那个舞台剧的，但是因为我在学校，不能跟他们一起排练，所以就没去。应该会有机会演舞台剧，如果一直都有舞台剧的话。还有队伍，你们一个人可以抽几个人啊？哈哈哈，七个这么多，那你们可以养七个人哦。狸猫的体力贼差，毛毛就吃，毛毛就适合吃。我现在是铂金二吧，最近都没在打排位，最近指的是这几天没在打排位，好像这两天。这几天都去吃鸡喽。我也觉得日升日落挺好看的，挺不挺好听的。然后我吃鸡，然后我吃了几次之后嘛，我就吃了几天，然后我就感觉眼睛不太好，然后我就把它给删了，然后。过了2分钟，我又把他给吓回来了。我就安慰自己说，玩，哎呦呦呦呦，就安慰自己说，玩就一次，就玩1到2次，然后眼睛应该就没有那么晕。就说以后不能够玩久，要玩1到2次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就把他给吓回来了，给自己找到了理由。对的，手游，这那个叫荒野叉叉，荒野，你们知道的啊。对，就是荒野，那个。哦。我现在我玩了2、3天，哎，我玩得很厉害，我杀人我都可以杀好多人，但是我每次都是经常拿到第二名，我得气得不行不行的，拿到第二名。我现在玩的时候，我能杀很多人哦。我吃到鸡啦！我吃到了，但是我老是拿第二名，所以心情很郁闷。哎，我发现我这个人哦，就是，特别适合玩游戏，特别有游戏天分。等我一下啊，我去找东西嘛。
哎，你们不夸夸我吗？玩游戏这么厉害。我第一次玩那个游戏的时候被毒死了，莫名其妙的被毒死了。后来才发现那个红色的那个圈圈，是毒。然后我还就玩了被毒死，然后摔死。掉下悬崖摔死了，然后开车撞死了，然后车翻了，然后翻到悬崖下面去，第一次玩的时候不太懂那个游戏。下海可以游泳，没关系，只要你游到了就是岸边就没关系。哎呦，手机要摔了，不太稳。哦，对，我经常就是捡到那个毒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。炸弹，但是我从来没有丢过，忘了，因为它在下面，就很难想到它要点它，开枪都来不及。王者荣耀，王者荣耀，我喜欢玩的英雄还挺多的，甄姬呀，然后最近很喜欢玩那个，我老是记不住她名字，她长得很漂亮。是一个女的，好像《王者荣耀》里面的女的都很漂亮。哎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就是她有位移技能，丢一个球球的那个。然后她的大招就是开一个霸花圈，那个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貂蝉，对对对，就是她，对，貂蝉。我最近很喜欢玩她。我最近觉得她。长得好看，然后，诶，他的技能也挺厉害的。我玩貂蝉现在也可以拿 MVP 了，我现在玩他玩的挺厉害的。哦，甄姬也挺好玩的，然后就是，蔡文姬啊，然后三善香啊，然后我也挺喜欢玩那个刘禅。然后我那个李白哦，我那个李白，我当初我就是因为他长得好看，我就买了他，买了他我就玩过一次，然后再也没有玩过他了，真想把他给卖掉，不会玩，我觉得他太难玩了。他那个什么大招不是要平 A 别人5下吗？还是4下？然后平 A 或者是怪物什么的，我等平 A 完我都挂了，还在那平 A，或者我要是。平 A 那个野区的怪物，然后再去打那个什么团，就打团的时候啊，就我感觉别人都打完了，我才过去。然后我过去的时候，可能大招的被动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不好玩，玩不过来他。可能别人玩得很厉害，但是，哎呀，李白不适合我。我玩游戏很厉害，溜溜走一波，很少玩雅典娜。人长得可爱，没办法。还有什么英雄？诸葛亮，挺喜欢玩诸葛亮的。苏烈呀，苏烈，我买了他了，但是我还没玩他。哦，然后最后不是出了那个新英雄吗？哎，那个小胖子跑得很慢的那一个，不，走得很慢的那一个，对，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来着嘞？叫什么啊？对对对，
梦琪就是他，梦琪。我没有玩过他，就是因为我看别人玩的时候，他真的跑得太慢了，我受不了他跑那么慢，所以我就没玩过他。他除了现在我都没有玩过他，但是我遇到他遇到过很多次，他特别特别的肉，打都打不死。我就是因为他跑得太慢，我不喜欢跑得很慢的人，我就喜欢跑得快的。然后我现在玩那些英雄啊，我基本上都是买那个疾步之靴，跑得最快的。对呀、啊，他越胖就跑得更慢了，都走不动了。皮肤，我有20多个皮肤。韩信啊，韩信是个男的吧？韩信，我都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子，反正，哦，那个是扎着头发的男人吗？打野的，我不太喜欢打野。哦，但是我很喜欢玩那个老夫子，我觉得他的被动很厉害。我挺喜欢玩老夫子，他被动很厉害，伤害特别高，而且他有他的那个第二个技能哦，就是他就是那个盾哦，他还跑得特别快。我喜欢玩法师，也喜欢玩射手，我两个都喜欢玩。老夫子还挺好玩的，我就喜欢伤害特别高的英雄。张飞玩啊，张飞玩，对，伤害高，跑得特别快。凯也很少玩，但是我玩过他。阿珂啊，我觉得阿珂他是跑得挺快的，伤害也挺高的，但是我不喜欢阿珂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在中路，我是个法师的时候，老是能遇到阿珂来，就是来就躲草丛，然后杀我，我被杀了很多次了，所以我特别不喜欢阿珂，因为阿珂经常杀我。因为我以前经常玩射手啊，然后玩法师啊，然后就有人，对，老是先杀的就是我，然后我玩阿珂的时候，不玩什么阿珂，然后我遇到阿珂的时候，我那些控的什么的技能啊，我都留着，我就等着阿珂来打我，我就把技能都送给他。啥？刚刚没看见。mini life 啊 ，mini life 我其实是想报名的，但是我因为，没有准备那么多的歌曲，还没有想到什么歌曲，正在筹备当中。狼人杀呀，狼人杀就不玩了吧，狼人杀不适合我。我喜欢当上帝，我去玩狼人杀，我可以当上帝。我觉得那个游戏不太适合我。45分了。辅助玩，我玩蔡文姬，我玩的最多的英雄就是蔡文姬。虞姬也玩，但是很少玩，因为我觉得孙善香比虞姬好玩。因为孙善香有位移技能，唰唰唰唰唰，还可以穿墙。
辅助还行吧。我要关直播啦，46分啦。对呀，就应该早点睡觉，是吧？就应该早点睡，生病了就应该早点睡。晚安，拜拜。等50，还有15分钟呢。哦，不对，还有四分钟。对哦，那就等到50我就关了啊，还有4分钟。好好学习，早睡早起。多喝热水。虽然这句话是废话，但是还得提醒你们，多喝热水，反正没有坏处嘛。哦，握个手，多喝热水，改天再聊。哎呦，我说到游戏，我还能说很久。扁鹊也玩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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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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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关直播了，我就卸妆了。对呀，还有3分钟。因为我现在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卸妆的东西都放在这里，我想卸很久了。我看看你们的弹幕，我要看看这些卸妆水、卸妆液什么的，想卸很久了。还有2分钟，哎呀，直播卸妆不行，卸完你们都跑了，不，还没卸完，你们都跑了。去吧。你们怎么那么喜欢看别人的直播卸妆呢？啊？不行，把美颜关掉。那真的是对我太残忍了。还有1分钟，你们还有1分钟，我就把它关了。不直播卸妆，我就随便卸一卸，因为随便把眼睛给卸掉。卸眼睛其实很快的。哼哼哼哼，我卸妆啊，我卸妆应该要卸半个小时吧？你为什么又喜欢看别人卸妆呢？你还能再活1000年。卸妆得慢慢卸，一般都是看着剧卸，就是边看电视剧边卸妆。哎呦，50分啦！卸完之后眼睛变小了一圈，
睡觉了啊，晚安，拜拜，早点睡啊。拜拜。你好，好黑哦，都是，拜拜，晚安，我关了。